运动鞋，啊，也是防滑底的。这个完全不防滑，你看。是著名的护板品牌，左脚是我们 Viva 安保乐的产品，那么右脚是知名的护板品牌的一个功能靴。左脚毫无压力，经济独立，完全没问题，是喷了油的一个鞋面，这个鞋面至少有三十度的一个角度，中国知名品牌。左脚完全不动，只有右脚，右脚可以劈叉。哇，可以做出我平常做不出的这个动作。我们来试一试啊，右脚是我们 Viva 的指滑鞋安保乐，左边呢是功能鞋，看一看。哎，你看，所以我们只能靠我们的右脚支撑。